护持中华护身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护身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5-679，012-001-195-679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因。众何者愿跟苦本，眼贪色，耳贪声，鼻贪香，舌贪味，身贪细滑，常为五尘之所系缚，所以历劫长夜不得解脱。又复六亲一切眷属，皆是我等三世愿根，一切愿对皆从亲起，若无有亲亦无有愿，若能离亲，即是离怨，何以故耳？若各异处，远隔他乡，汝十二人，终不得起怨恨之心。得起怨恨，皆由亲近，以三毒根，自相触恼，以触恼故，多起恨心。所以亲戚眷属，互生则忘，或父母则忘于子，或子则忘父母，兄弟姐妹一切皆然，更相则忘，更相嫌恨，小不适意，便生嗔怒。若有财宝，亲戚进求，贫穷之日，出无忧念。有得者越以为少，越得越为不足，百求百得，不以为恩，一不称心，便增愤恨，是则才怀恶念，遂起异心，故结仇连祸，世事无穷。推此而言，三世怨对，实非他人，皆是我等亲缘眷属。当知眷属即是怨聚，岂得不人人殷勤悔过，一个至心五体投地，奉为有世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今生父母历劫亲缘，于六道中结怨对者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今日若在地狱道者，若在畜生道者，若在恶鬼道者，若在阿修罗道者，若在人道者，若在天道者，若在仙道者，今日现在眷属中者，如是三世一切众愿各及眷属，众等今日以慈悲心无愿亲想，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普皆奉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梵德佛，南无宝积佛，南无华天佛，南无善思义佛，南无法自在佛，南无明文义佛，南无要说俱佛，南无金刚相佛，南无求利益佛，南无游戏神通佛，南无离岸佛，南无多天佛，南无弥楼相佛，南无众明佛。
南无宝藏佛，南无极高行佛，南无提沙佛，南无诸脚佛，南无德赞佛，南无日月明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星宿佛，南无狮子象佛，南无围栏王佛，南无福藏佛，南无弃婴盖菩萨，南无吉根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大地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令众等父母亲缘于六道中有怨对者，各级眷属皆悉同时及此道场共忏先罪，解诸怨结。若有身行居碍不得道者，愿乘三宝之力摄其精神，皆悉同道，以慈悲心收众等今日忏悔一切怨对，愿蒙解脱。道场大众一个人人心念口言，众等从无始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与今生父母历劫亲缘，孤疑伯熟，内外眷属，以三毒根起十二业，或以不知，或以不信，或以不修，以无名故起诸怨结，于父母眷属乃至六道中亦有怨对。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种种罪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惭愧忏悔，愿起舍施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为田业，或为舍宅，或为钱财起怨对业，于眷属中被家杀害，如是种种杀罪不可据说，所起怨对无有罢其，今日惭愧发怒忏悔，愿父母六亲一切眷属以慈悲心受我忏悔，一切舍施无复恨想，乃至盗窃邪淫妄语十恶忤逆，无不被作妄想颠倒攀缘诸境，造一切罪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或于父母边起，或于兄弟姐妹边起，或于孤疑伯熟边起，乃至有事神以来至于今日，于六亲眷属边起，如是等罪，如是罪因苦果受对结束，怨结多少，唯有十方一切诸佛大地菩萨尽知尽见，如诸佛菩萨所知所见，罪量多少，怨对结束于未来世方受对者，众等今日残言梗痛，贤卑自责，改往修来，不敢复作。唯愿父母亲缘眷属以柔软心、调和心、乐善心、欢喜心、守护心等如来心，受众等今日忏悔一切舍施，无怨亲想。又愿父母亲缘一切眷属若有怨对在六道中者，亦愿六道一切众生同共舍施三世怨结，一时俱尽，从今已去至于道场，永离三途，绝四趣苦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无碍等于虚空。永为法亲慈悲眷属，个个修习无量智慧，具足成就一切功德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行菩萨道无有疲倦，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得佛三密具无分身，究竟无上菩提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解父母怨尽，赐父应解师长怨结，自大圣以还
体味原籍，至于无生法忍，犹为三相牵灭，在于如来上假苦言，令恶众生因此悟道而得名化物，犹现此词。况复凡愚理觉渐进，今善恶杂糅，明白未分，岂能顿离三业之师？若闻所说，应当惭愧师长恩德，深自悔责，不得惊疑而怀恶念。今言随父出家犹未解脱，今随出家不得辩言，无复诸恶在俗之人，不得辩言，都无其善，且至世事如今所说，佛告大众，汝当原念师长之恩。父母虽复生育训诲，而不能使离于三途，师长大慈，又尽同盟，使得出家，并受具戒。师即怀罗汉胎，生罗汉果，离生死苦，得涅槃乐。师长有此出世恩德，谁能上报？若能终身行道，正可自立，非报师恩。佛言：天下善友，莫过师长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说，师长有如此恩德，而未曾发念报师长恩，或复教诲，亦不信受，乃至粗言，起于诽谤，横生是非，使佛法衰落。如是等罪，何当免离三途？此之苦报，无人待者，及其舍命，乐趣苦归，神情惨恼，意用昏迷，六事不聪，五根丧败，欲行足不能动，欲作身不自立。假使欲听法言，则耳无复所闻；欲是圣境，则眼无复所见。当如此时，共思今日礼忏，岂可复得？但有地狱无量众苦，如是苦报，自作自受。所以今言：愚痴自是，不信殃祸，谤师毁师，增师及师，如是等人，法中大魔，地狱种子，自结怨怼，受报无穷。如华光比丘善说法要，有一弟子横怀骄慢，和尚未说都不信受，即作誓言：我大和尚空无智慧，但能赞叹虚空之事，愿我后生不复乐见。于是弟子法说非法，非法说法，虽持境界无有毁犯，以妙解故，命中之后如射箭请堕阿鼻狱八十一劫，很受大苦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今所说，岂得不人人起大怖畏？至于和尚发一恶言堕阿鼻狱八十一劫，何况出家以来至于今日于和尚边所起恶业，其罪无量，判舍身行同比无疑，何以故耳？和尚舍离恒加训诲，而未曾如法修行，于诸师长多生违逆，或不给予而无厌足，或师称弟子，或弟子恨师，于三世中喜怒无量，如是等罪不可称计。今言起意称心，怨怼无量，如是怨怼非但六亲师徒弟子嫌恨亦甚，又复同房共住，上中下坐，不能深信出家是远离法，不知忍辱是安乐行，不知平等是菩提道，不知离妄想是出世心。师及弟子同房共住，结业未尽，互相为利，纷争之心纷然乱起，所以事事不得和合。有出家人或同学业，或复共师，身尽之日便含毒怀嗔而不自言素习智慧，
彼有福德，我无善根。有漏之心，即生高下，多起斗争，少能和合，不能推后居薄，更相嫌恨，不行己非，唯谈他短，或以三毒，更相缠棒，无忠信心，无恭敬意，何处复念我为佛戒，乃至高声大语，恶骂丑言，师长教诲都无信受，上中下座人各怀恨，以怀恨故更相是非，于恶道中多有怨对，是非怨对皆是我等师徒弟子同学共住，上中下座起一恨心，怨对无量，所以今言今世恨意为相增疾，后世转聚至成大愿，何况终身所起恶业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各不自知在何道中，与诸师长上中下座起诸怨结，如是怨对无有穷尽，无形之对无有年期，亦无结束，当受苦时不可堪忍。所以菩萨摩诃萨舍愿亲心，离愿亲想，以慈悲心平等摄受，相与今日已发菩提心，已发菩提愿，已因习行菩萨之行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四弘誓，四摄法，如诸佛菩萨所行本行，我等今日亦应习行，愿亲平等，一切无碍。从今日去，至于菩提，适当救护一切众生，领诸众生就近一乘，相与至心，五体投地，奉为有事神以来，今生出家，和尚舍离，有愿对者，同坛尊正有怨对者，同学眷属上中下座有怨对者，有缘无缘广集十方，四生六道三世众愿，若对非对，若轻若重，各集眷属，众等若于六道一切众生中有怨对者，于未来现在应受对者，今日忏悔愿起除灭。若六道一切众生个个有怨对者，众等今日以慈悲心无怨亲想，普为三世众愿求哀忏悔，愿皆舍施，无复恶念相加，怀毒相向，愿六道一切众生一同舍施，一切欢喜，从今解结，无复嗔恨，各自恭敬念报恩心，等诸佛心同诸佛愿，各个至心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见有边佛，南无电明佛，南无金山佛，南无狮子德佛，南无圣象佛，南无明赞佛，南无坚精进佛，南无具足赞佛，南无离位师佛，南无应天佛，南无大灯佛，南无释明佛，南无妙音佛，南无持上功德佛，南无离岸佛，南无宝赞佛，南无狮子甲佛，南无灭过佛，南无持甘露佛，南无人月佛，南无喜见佛，南无庄严佛，南无诸明佛，南无山顶佛，南无明相佛，南无法机佛，南无会上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大地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令三世无量众愿若对非对，净空法界一切众生皆同忏悔，解愿释结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，一切和合
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初地，一切无碍犹如虚空。从今已去，至于菩提，永为法清，无别异想，常为菩萨慈悲眷属。又以今日礼拜忏悔，解愿世劫功德因缘，愿和尚舍离，同坛尊正，同学弟子，上中下座，一切眷属有愿对者，乃至四生六道各有三世众愿，为解脱者，今日若有在天道者，在仙道者，在阿修罗道者，在地狱道者，在恶鬼道者，在畜生道者，在人道者，今日现在眷属中者，如是十方三世众愿，若对非对，各即眷属。从今已去，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皆得除灭，一切怨对毕竟解脱，结习烦恼永得清净，常慈四趣自在受身，念念法流行行自在，六波罗蜜具足庄严，十地行愿无不究竟，得佛实力神通无碍，早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前世总相为三世众愿解诸愿结，此下自尽宜度其心，相与今日何故不得解脱，竟不睹面前受记，退不闻一音演说，良由罪业深厚，愿结牢固，非为不见前佛后佛菩萨贤圣，亦恐时而分教闻声传响，永隔心路，恶道怨对无从得免，舍此行命方成废海，轮转三途背离恶趣，何时当得复此人生，发如是意，时有切情之悲，允如是想，不觉痛心之苦，相与以德养参风化，割爱慈亲，舍容弃俗，更无一缘，岂得不与时尽，各求所安。若不志意坚强，汗劳忍苦，贤卑策创者，忽而身被堵疾，中阴象限，玉足罗刹，牛头阿旁，殊行异状，一招而至，风刀解身，心怀不乱，眷属豪气，无所觉知。当此之时，欲求今日礼忏，起一善心，岂可复得？但有三途，无量众苦。今日大众各自努力，与时持敬，若任情是意，则进去礼持，汗劳忍苦，则勇猛心急。所以今言，悲是道场，忍疲苦故；发行是道场，能办事故。是知万善庄严，不勤无托，欲渡巨海，非舟何济？若有怨乐之心，不行怨乐之事，行事不及，只为见果。如绝粮之人，心存百味，于其积脑，终无记忆。当知欲求甚妙果报，必须心事俱行，相与及时，生增上心，怀惭愧意，忏悔灭罪，解诸怨结，脱更除案，开了未期，人皆解脱，莫追后悔，各个至心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定义佛，南无誓愿佛，南无宝众佛，南无众王佛，南无游步佛，南无安稳佛，南无法差别佛，南无上尊佛，南无极高德佛，南无上师子音佛，南无药系佛，南无龙明佛，南无华山佛，南无龙喜佛，南无香自在王佛，南无大明佛，
南无天利佛，南无德曼佛，南无龙首佛，南无善行义佛，南无应庄严佛，南无至圣佛，南无无量月佛，南无时雨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药王菩萨，南无药上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有福归依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众等积集罪障，生于大地，无名覆辟，长夜不晓，常随三毒，造怨对因，致使迷沦三有，永无出期。今日以诸佛菩萨大慈悲力，使蒙觉悟，心生惭愧，至诚求哀，发怒忏悔。愿诸佛菩萨慈悲摄受，以大智慧力、不思议力、无量自在力，降伏四魔力，灭诸烦恼力，解诸怨结力，度脱众生力，安稳众生力，解脱地狱力，嫉妒恶鬼力，救拔畜生力，摄化阿修罗力，摄受人道力，尽诸天诸仙漏力，无量无边功德力，无量无尽智慧力，令四身六道一切众愿同到道场，受众等今日忏悔一切舍施，无愿亲想所结愿业，同得解脱，永离八难，无四趣苦，常值诸佛闻法悟道，发菩提心，行出世业，四等六度身心修习，一切行愿等皆实地，入金刚心，具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试看看生日时吃或送无蛋蛋糕，并减少吃蛋的次数。何况蛋吃多了也对身体不好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